比赛，平镇高中是不是能从昨天的比赛吸取经验，然后来赢得这场比赛？展开的首先换练中的第一棒呢是林毅，安排是比较少见的、都表现不错的话，未来哦他必须要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场上二垒上的滚地球，一颗不稳定，在赛前都心里会有一个盘算哦。这球点成投手前方的滚地球，投手先选择传二垒封杀，哇，再往一垒传，推进到二垒，不过这个点的位置呢非常不理想哦，直接面对投手，投手在第一时间就往。这球攻击成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接球之后传给游击手完成的。态度去攻击绝对是正确的。这球攻击到了。哇，这主要是被捕手一开始蹲外侧哦。这球打到内角，挤压到球打。哇，这内角球啊，完全把棒子给打立掉，有两位跑者。哇，这投球哈、真的是非常不太对了。没有错。这球攻击打成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球之后呢，传向。第九棒的打者攻击第一个球打到二垒方向。打者轮回到第二轮的第一棒，要做攻击，所以很明显，我们刚刚看到何振廷呢，哇，这个球，哇，攻击到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有一手接球，是守得漂亮，打得也漂亮，没有错。所以连续做了牵制。将会是第二次获得第四。这时候垒上的跑者起跑了，打者呢打到了内野的滚地球，投手下球。四局上半，花莲体中的进攻，投了35颗。球打到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是不太理想的一个出棒哦。攻击打成了三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三垒手接球传往二垒，守棒打者呢是背号20号，公里之间呢、球攻击层，哦，触身球哦，基本上他投。